行了，又打完一个道馆，那么让我再来瞧一下吧。这是一个啊，这旁边马上又有一个道馆啊，幽灵属性的苍蝇人鬼又可以单挑的。哦，也不一定，人家幽灵属性也克我呀，是不是？在这个方向，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我就一鼓作气把这个也干掉。看起来离得不是很远，走吧，一鼓作气。好，那么这个道馆肯定就是在这后面，直接直线上。哦，等我听见索财灵的硬币的声音了，在这儿。这东西得多收着点，后面还有好多用处呢。雪莉怪我好像是没抓，但是我现在要去道馆。哎，这雪山爬不了啊！哎呦呦呦呦呦，差点撞上。道馆，就它了。紧挨着这就有个道馆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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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空速降冰柜阵，这个阵叫冰柜阵，很好。竟然是幽灵属性呢！哎呦，我听心里说了，你终于要挑战最后一个道馆了，不用担心，手气很在，加油就好了。好的，最后一个道馆总该级别高一点了吧？给我来点难度呗！哦，后面有好多多隆梅西亚，所以这个道馆的主力是多隆梅西亚鬼龙。什么？道馆测验是开场表演，也是所谓的暖场秀。请你在舞台上进行，在道馆馆主开始现场演出之前，请你在舞台上进行宝可梦对战，用数色这个，跟谁对战啊？又有那种小学徒什么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道馆的主角是多龙啊。要是多龙的话，我可能速度没他快呢。开始表演 ，MC 卡玛。请你用两只宝可梦进行双打对战。哦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你要连赢三场，中途不能退出。哦哦，有点意思。OK， 可是我还没选人呢，给我选人的机会不？点燃会场的气氛吧。老肉连续进行三场双打对战，这就是我的挑战。第一个对手是一个小毛孩，威风任我呼的少年表演者悠样。小样啊，来吧小样。小样派出了怨影娃娃和牧羊犬、牧仔狗，不是没给我选人的机会啊。我都没派上我的那个谁藏獒。行吧，算你们运气，我倾向于先干掉木仔狗。土拨电光双击，等级压制就完了。这是我土拨新学的招式，直接干掉，帅呀。哦，八步土拨用尽电力了，这是他电光双击的策略。木仔狗也一招干掉，简单。所以我是用这个藏獒的话，就太欺负人了。小样服了吗？小样，观众的气氛在被点燃，是吧？冰柜舞台采用了最新技术，这是一个观众的热情越是高涨，灯就会亮得越多的系统。好，还有这个噱头。哦，来了，音乐家。这舞台当然需要音乐家了，是吧？啊，道馆训练家应该是鬼斯通和梦妖。鬼斯通和梦妖，暗影爪呀。暗影爪灭，其实都一样，其实灭谁都一样。电光双击，我电光双击应该恢复了是吧？别动，
哦，土拨的先知之爪还先出了电光双击，120的攻击力谁能顶？暗影爪，亮！希望接下来来点厉害的呀。声音依然不够和谐，还差点意思啊！亮了，舞台被点亮了。观众席已经是一片热情高涨的气氛，助威声什么灯都爆棚了啊！突如其来的惊喜，我这么劲爆吗？我好，第三个对手本人 MC Kama 来了，四亿和宝可梦都手到擒来，看我双双把你玩弄于鼓掌之间 ，AKA 宝可梦训练家呀，你是。MC 卡玛派出了勾魂眼和随风球，哦，那这次刻的更妥了，那这次刻的太妥了，电光双击还可以刻你一个飞，你说说，电光双击，妥妥的，又爆，居然让我受伤了，不愧是 MC 卡玛。哎，你抓！我被大干特干了，您客气了。彻底点亮了，接下来就该来馆主了吧？给观众热情到了顶点，馆主才来，请大家热烈鼓掌！滚！气氛已经被点燃了。请主角登场的准备就绪，今天的主角 ，Come on， 深情灵魂饶舌乐 Lem， 灵魂乐手 Lem， 哎呦呦呦，这气势确实不一样。你要去哪 ，Lem？ 请你站到你那边去，不要站在中间。都安静点，你们呢？哎，一人站一边，你站中间算怎么回事？哎，一点对战礼仪都不讲的吗？道馆参演辛苦了，谢谢。去前台报告啊？不是马上打，费这个劲，还得去前台报道。我真是深感意外啊！等。我的藏獒好久没有大发神威了，我想要让藏獒来把幽灵道馆拿下来，不过分吧？深情灵魂饶舌乐 Lem 要挑战吗 ？Of course。Yo yo， 这就饶起来了。从对战场上传来了节奏感很强的说话声，咋回事啊？还有人替我去打了？Who are you， 小子？是不是要对双打对战？动动枪，动动枪。东北来的啊！好个店里打工的带头帮主，跟莱姆比就是初出茅庐。你聪明的话，赶紧打道回府。单压 skr， 我的名字是莱姆，对谁都会很粗鲁，人见人喊不不不，就像见了炸药库。皮毛的功夫别来秀，说唱哪能一蹴而就？嘿，动动枪，动动枪，这个动动枪太搞笑了吧！完败惨败，你成龙掌溃败，下次一定晚会颜面，选址就在下午三点。等等，接着来呀！啊，说啥？下午三点？你这股激情也太放飞自我了吧！哎，没压上啊，居然没压上！早早放弃，定是碰壁。谁有骨气，快来找 me， 嗯嗯，下一个对手是做了开场表演的你，道馆对战还是说唱对战，要比哪个？这不压呀、啊、这一段，道馆对战，道馆对战，不可能是说唱，一点都没错、啊、你怎么不压了？嗯，你说我的说话方式听起来很奇妙吗？这是说唱，是以不断押韵的句子，不压了。
杜红颜跟随俺刚一出发就打闪，这个不错，很习惯不稀罕，然后成了家常饭。挺好挺好挺好，就是这个 feel， 理解了吗？我理解了，不要刷嘴皮子了，赶紧打吧。虽然我也是把说唱当成正业，但如果让我用幽灵魔鬼对战的话，基本没人能比得上我哦。完了，有些压不上的，太逊了。我是莱姆 AKA 深情灵魂绕射月，势如强弩灵与命，对战场上把你虐，来吧，少说废话了，开战。妖怪关注莱姆前来挑战诅咒娃娃。哦，双打双打双打，迷你 Q， 又又又又，哎呀完了，这一换人换的我有点乱呢、啊、我的苍蝇刃鬼没上，但是没关系，对付他绰绰有余。今晚不放，先把诅咒娃娃干掉。迷你 Q 有一个那个什么，有一个画皮，先随便给他打掉。来吧，莱姆还有那位同学，电光双击，好，打掉画皮。其实我感觉我蹭蹭脸颊也能给他蹭掉画皮，用尽了电力，电不放，秒。诅咒娃娃会用出一招剑舞吗？啊 ，PK。好弱呀，一点若无其事的挖出对手弱点，真够 swag 嘛。 swag 是吧， swag， 特工攻击提高。哎，我这是因为什么特工攻击提高了？哎，没明白，我是因为什么特工攻击提高的呀？是牧羊犬上来诅咒了我吗？哎，我用什么没有效果？我用了电光双击没有效果？泰拳中原，不是我没有电属性了就用不了电光双击了吗？不至于吧？哦，电光双击变成一般属性了？打鬼打不了了，这个地方我有点没弄明白啊。他的颤旋熔岩是不是要太啊？他没有鬼，他肯定要太，所以我就直接电这个颤旋熔岩吧。电光双击有效果呀，自己的电属性会消失，但是电光双击还是电啊。为什么打迷你球打不了？好，最后的曲目来了，你蹦出来好多牧羊犬，我天我天，群殴啊，这是要群殴我吗？这上面还有我的歌曲，能让死者也苏生，连 DJ Muzaigo 也嗨起身。Muzaigo 就是牧羊犬，是不是？他来了，鬼熔岩，然后被我一口咬，甚是可惜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电光双击为什么？打迷你球打不了呢？迷你 Q 是他不是鬼妖吗？他鬼妖为什么？这什么情况？精湛，我蹭蹭脸颊随便蹭一下吧，蹭蹭脸颊行，电光双击不行了，所以电光双击用过一次之后就变一般属性了。是这个设定吗？但他那显示的还是电属性啊。妙语水平吃力拔萃，即使输了我也 so fun。 他可能那个原版的日文或者英文的那个
能压得上。哈哈哈，好啊，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你的灵魂，能让我叫出声来，说明你很有骨气。哼，道馆会长哪句？好了，也很简单的突破冰柜道馆。有八个道馆会长吗？不，什么样暴恐龙都能抓到，而且都会听话。礼物是暗影球，很好。这时候宝可梦联盟的人应该会来邀请我是吧？老肉，傲娇夫好样的，真是太棒了。我虽然说不担心你之类的话，还碰碰，不用跳，不用跳，不愧是老肉打光彩夺目的对战，你称霸了所有道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样的话，终于是的。既然你已经集齐了八个道馆徽章，就可以召唤神龙了。为了能和冠军尼某一样晋级为冠军，请一定要到宝可梦联盟挑战一下冠军测验。那个地方我已经去过了，我一开始就去了那，结果被打回来了。当年我一出门就先去了那。OK 了，这么一来的话，所有的道馆都已经打完了，然后星辰之路还剩了一个，所以接下来我应该先去打完星辰之路，然后再去打宝可梦联盟比较合理一点。总之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各位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